哇，好大！真的吗？打第一趟吧。好大！你的力气好大！我快输了！你输了！这个好大！不要！我输了！这个我没有在任何媒体里面讲过，对，所以我今天等于是你们第一个知道的。你说一开始真的是孟若愚吗？从来都不是孟若愚，全世界都被我耍了。女优退货邓家华都是套好的，导演界拍 AV 是不归路。我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好像就是因为意外，然后得到了契机了以后就进入到那个行业。网红推手不至于，先后捧红阿喜、雪碧等知名人物。前年因为疫情关系，解燃量变少，阴错阳差之下开始兼差拍 AV。我那个时候一样，朋友打电话来，就说有 AV 的案子，能不能接？我就说我不想当男友。他说不是，要当导演。从此就不归路。我觉得拍 AV 都会有副作用，就对性比较敏感，是真的有。尤其当你后面拍到后面就是剪片的时候。到底要怎样？对，连看日本的 AV 都比较没 feel。天底下有这种事？当初有这样的发想，其实不是我的发想，是片商有一次在跟我开会的时候，他们问我说觉得谁可以带来流量。我那时候就提了几个人选，其中一个是邓家华。我没有想到他们真的会去找邓家华，他们就委任我来当导演。我就，最好玩跟最大的挫折都在他身上。最好玩的地方是，全世界都被我耍了。你看到的大部分的东西都是行销，这个我没有在任何媒体里面讲过，对，所以我今天等于是你们第一个知道的。你说一开始真的是孟若愚吗？从来都不是孟若愚，一开始就是最后一个，是因为我需要做满7天还8天的新闻。全世界都被我耍了。你要不要道歉？我跟他的经纪人说，我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人，比较漂亮的人，因为最后定案那一个不够漂亮。天哪，那你知道说有一阵子因为媒体因为这件事情，他根本无所谓啊，因为他，你说你已经完成你的目标了，他已经因此得到知名度，片量大增啊。对啊，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双喜临门。好坏。对。那你觉得说最挫折那一块呢？就是看，我觉得他好脏，我看过全世界最脏的人。是要帮他做清洁那一类。对，所以这就让我觉得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